我叫陈峰，是个保安。我们老家很多年轻人都出来当保安。我从小干农活，身体很好。我以为我能干好这个工作，但我没有想到，这个工作我只干了几个月，后来我杀了人。我怎么都想不明白，我怎么会杀人。对不起，出租车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出租车一律不许入内，这是我们物业公司的规定。那原先的时候让进去吗？现在为什么不让进去了？啊，刚规定的。刚规定的，那我这么多东西，你看我怎么办呢？那小伙子，你看我儿子就住在里边，我今天呢是来看我孙子来了，那行个方便，让我进去吧。对不起，大妈，真不行，我做不了这个主，我要让您进去，我们领导会找我麻烦的。那我可怎么办呢？要不我给您问一下吧。司机师傅，请您靠边。队长，队长，我是陈峰。门口这儿有位老太太，是来看她儿子的，出租车上放了好多东西，拿不了，能不能放车进去？咱们不是有规定吗？按规定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大妈，我们领导说了，得按规定办，车不能进去。哟，那实在不行的话，那我到你们里边打个电话给我儿子，让他出来接我一下，行吗？行，门卫就有电话。哎呀，真麻烦。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？通融一下得了嘛，老太太这么大岁数，让她进去就完了。我们做保安的也没什么办法。你们快点啊，我还有活呢。哎呀，司机师傅，请您帮忙把东西给我拿下来，一会儿我儿子来接我。大妈，我帮你拿吧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这放哪儿去？哎，就放地下吧。哎呦，你怎么把我花瓶给摔了呢？你对不起大妈。你咋不注点意？我这花瓶贵着呢。怎么着，大妈，东西都拿完了吧？哎，拿完了，给您车去。哎，好，那我可走了啊。哎，好，您走，再见啊。你说这小伙子，你咋不注点意呢？净帮倒忙。我不知道一下给划手了。啊，车呢？保安不让进去，我让司机开走了。您干嘛让他走啊？我今天非得把车开进去不可。你们这些保安素质太低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吗？知道谁养着你们吗？我问过我们领导了，领导说不行。我有什么办法？你问的哪个领导？你告诉我，你问的哪个领导？就是我们物业。你们物业也靠我们养活着，啊？我看你们是不想干了。算了算了。他也不容易。行了行了，不行，回头我再找他们去。这些物业啊，整天不干正事儿。行了行了，走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叫他帮我忙啊，给摔了。对不起，我也是想帮大妈个忙。你知道这多少钱吗？啊，600多块啊。啊，你自己看看吧。你说这怎么办吧？是你赔，还是我找你们物业去？得了得了，他也是好意，他不帮我拿东西吗？他要是让车开进去，哪有这事儿啊？行了，我也不跟你说了啊，咱们去物业。行了行了，走。哟，刘先生，让您久等了啊。你们这物业也太不像话了，啊！
靠我们业主养着，一点不替我们着想。你定的这叫什么规矩啊？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请坐。哎，请坐。刘先生，现在是这样啊，这个咱们小区前一段时间呢，就发生过这种利用出租车进出盗窃的事情，好多业主都找我们反映，所以呢，现在咱们不让出租车进出，也是考虑业主的意见，没办法才定了这么个规矩。我不管你们根据什么，至少有什么新的规定出来，也得跟我们业主打声招呼吧。我们都通知过了。你们发通知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们可是挨家挨户的下的单子，而且那小区的通告栏上也贴了通知了。我没收到。那可能是您没在家吧。就算有规定，这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啊。规定不是为人服务吗？你们懂什么叫人性化管理吗？我们老太今年80了啊，知道吗？这要是有个好歹，你们负得起责任吗？是是是，这确实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，今后我们一定改正啊。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考虑着买一辆3轮车，专门为业主拉东西用。那你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吧。这怎么了？这个你让他说啊。我帮大妈拿东西不小心给摔了。这花瓶600多块呢。不会吧，就这么个花瓶有那么贵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杰克的玻璃，回头我把发票给你拿来。其实我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啊，我也不在乎这个花瓶，我觉得这是你们物业管理不善造成的。这件事跟我们物业好像没什么关系吧？怎么没关系啊？如果当初他要让车开进来，他也没有这种事儿了。您这么说是不是就有点……怎么了？我这么说不对吗？行，这花瓶这事儿呢，我也不能马上给您答复，要不然这样，您先回去，回头我们商量一下，看这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。总之呢，一定会给您满意的答复，您看成吗？你们物业现在存在着问题太多，管理水平啊太低，你看园区这些保安，这素质啊，一定要重新培训培训，实在不成啊，就换一批。哎，你慢走啊！这个素质低，那个素质低，就好像你有多高素质似的。下次有事儿啊，一定得通知到业主。都通知了，挨家挨户发的单子，就那家里没人的，也都塞门缝里了。你别往门缝里塞呀，告诉所有的保安。下次再发单子，一定要亲手交到业主手里，啊，让他们签字，咱们也得做个记录，省得以后他们又不认账。那家里头没人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我看这些业主啊，也就是没事找事。陈峰，你也是，你有没有脑子？你看那么大岁数个老太太，你就让她进去不就完了？我向您请示过了，您说不行。我说不行，你跟我说的快80了，你跟我说他拿那么多东西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以后办事啊，多长点心眼儿，啊，该活分就得活分点。你说咱们小区里边这么多业主呢，什么样的人没有啊？看来不赔是不行了。陈峰，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我这也是为了工作。哦，那要按你这意思嘛，这笔钱应该是物业帮你掏了。要都像你似的啊，员工这么多呢，随便谁出点什么事儿都让物业掏钱，物业掏得起吗？告诉你啊，损害业主物品的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，全是员工自己掏钱，这是规矩。那就扣我工资，
我现在没钱。工资肯定得靠，可这一个花瓶600块呢，你一个月工资才500，就是全靠了也不够啊。要不这样吧，这笔钱呢，物业先帮你垫上，然后再从你每个月的工资里逐月扣除，你看怎么样？600块钱买这么一花瓶，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好了呀。真是有钱没地儿花去。金经理，这是星期五的停电通知单，已经印好了，给您。赵队。哦，对了，让他们签字啊。行了，别发愣了，发单子去吧。你负责秀雅院，记得带上登记本。这瓶子你拿走，是你的了。有事吗？发通知单。哦，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字。哟，签字？我们家主人不在。那你就签一下吧，等你家主人回来你告诉他就行了。这签哪儿啊？好了，给你，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发单子。我不是告诉过您吗？别按门铃，别按门铃。走，倩子红啊，孩子好不容易才睡着的，刚睡着就让你给吵醒了。对不起，你看我不知道。你什么不知道？上次跟你物业说过，家里孩子小。实在对不起，看我真不知道。真是过分。我一分钱工资还没有发呢，就赔了人家600块。这么一算，第一个月我就欠别人100块钱，多倒霉啊！可这事怪我吗？我做错了吗？我不喜欢刘先生，可刘先生也没有错，瓶子确实是我摔的，我能怪人家吗？有什么新规定了？遛狗时间有规定了，早上7点以前，晚上9点以后。甭听他们的，遛狗哪那么准时准点儿？拴狗绳倒是该拴，这小区狗太多，有的狗也太大，看着就害怕。就是，万一咬了人都不好办。我从来都拴着。狗狗，来喽，狗狗。有业主打电话。
半。怎么着？干嘛？您好，您能不能把声音调小一点？你们物业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，音量我已经调小了呀。您看能不能再小一点？咱别影响邻居休息。还怎么调小呀？再调小就没法唱了。我影响谁了？你让他直接来找我吧，真扫兴。收到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我刚才去过了。怎么还看啊？我跟业主说了，他不听啊。你可真笨，这点事儿都办不好。大的狗都不倒酸，你说不等着出事儿吗？吓死我了！幸亏这小伙子了。啊，您请坐吧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这个肯定得打疫苗。不用打。那哪成啊？万一过两天你要发病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在家我也被狗咬过，在农村这算不了什么事儿。在家归在家，在这儿是在这儿。你要在这儿出点什么事情的话，那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呢？哎，苏先生，您过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，小伙子？没事儿，咬得挺重的，得打针。嗨，不用，我那狗年年打针，你消消炎就行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，刚才我看了，那咬得挺深的呢。那就打吧，不过告诉你，肯定没事儿。正好。这个孟女士也在这儿，是吧？咱们就一块儿商量商量。您看这个关于这个打针这费用，您二位是一个什么意见啊？您说吧，我无所谓。那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。宋先生，我觉得这个狗是您家的狗，它咬了人，您出这笔钱比较合适。一定要出的话，我拿出一部分可以，全部让我出那不可能。那您说，那一部分？您打算让谁出啊？狗咬人了，但是责任不能在我一个人身上啊。问题是您那狗没拴，是他冲出来咬的人。您的狗是母狗吧？是啊。你看看，我那是条公狗，啊，它正发情呢。狗发情，它挣脱开了，谁拦得住啊？像这时候，您就应该把它拴上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狗没拴呢？我当时拴着呢，它自己挣开了。我没有办法啊，我也不管您这个狗是拴着了还是说拴上以后它又自己挣开了，总归咬人的是您家的狗吧，您还是有责任的。那门口又不过母狗，它不会自己窜出来。照你这意思，这事儿责任在我呗。反正啊，那门口又不过母狗，它不会自己窜出去。再者说了，您这什么时间遛狗啊？啊，按规定应该是早晨7点以前，晚上9点以后，是吧？宋先生，您是律师，我说不过您，我就一句话，谁的狗咬伤了人谁负责任。这事儿我一点责任都没有，别说出一部分了，我一分钱都不会出。你出不出啊我管不着，但是这个事情得说清楚，道理咱要摆明白。有你这么摆道理的吗？自己的狗咬伤了人还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这狗是咬伤了保安，要是咬了我呀，这事可就大了，就不光是这点医药费的事儿了。好好，二位，咱不说了行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，
不就打个针吗？是吧？又花不了几个钱，这对您二位来说这是问题吗？钱多钱少不是主要问题，最重要的是要分清责任。啊，其实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。小陈是在工作中负的伤，严格的来讲啊，他应该算工伤。啊，你们物业公司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。可是像你们这样一推，把责任全推到我们业主身上，你们这么做对吗？宋先生，您看咱们不是正商量着呢吗？再说了，我也没说我们物业一点责任都没有啊。我看你们是不想负责。秦经理，用不着打针，我真的没事儿。真要有了事儿就晚了。那这事儿你们慢慢商量吧。好，那您慢走啊。秦经理，刚才宋先生不是说了吗？他的狗打过针了，我没事儿。在家的时候我也被狗咬过，嚼点狗毛烧了，敷到伤口上就好了。哎，你等着啊，我回去给你嚼狗毛。哎，你说这些人缺这点钱吗？就是姓宋的光买那条狗就花了5000块。算了，谁让咱干物业呢？干物业不就给人当孙子吗？我就是在这儿养，要搁家我早拿砖拍那狗了。你拉倒吧你啊！你以为这是你们村里的柴狗呢？这是宠物，宠物懂不懂？那业主都拿他们当孩子养着，咱惹得起吗？往后啊，咱得按规定办事，得严点，要不我们保安说谁谁不听，真出了事没法办。严不了，干这么多年了，要能严我不是早就严了。那要那些规定干什么？规定啊，规定就那么回事儿。那干脆别要那些规定。这规定还得要，万一真出点什么事儿，咱们还有依据。一会儿你带他去打个针，啊。我被狗咬过好几回，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，但是我这次还是打了针。秦经理坚持让我打，我就打了。钱是物业出的，他们为什么非让我打针呢？可能是怕我真得了狂犬病死了吧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会被狗咬死呢？你把我的狗踢坏了，我的狗不能走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大姐，您这狗要咬人，我只能这么着，没别的办法。那你还有理了？你踢坏我的狗，是不是还有理了呀？我没说我有理啊。哎呀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啊？你给我等着啊！哎，孙女士，怎么回事？正好你们经理来了，看看啊。你手下的人把我的狗踢坏了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踢人狗干什么呀？刚才有个小孩在这玩，孙女士的狗没拴着就扑了过来，我怕是咬着孩子，就把孩子抱起来了。可是他的狗直往上扑，我就踢了一脚，可能劲儿大了。那孩子呢？保姆抱走了，就这楼的。我告诉你啊，那孩子根本就没事儿，我的狗是跟他闹着玩的，我这狗从来都不咬人的。那孩子吓得哇哇直哭呢。那你就踢他呀！啊，我是怕咬着孩子才踢的。咬着了吗？咬着了吗？啊！你要是不抱那孩子，我这狗能往上扑吗？你根本就没有养狗经验，你不懂。哎，再说了，咬坏了是我的，我负责任。你算干什么吃的？你们保安是干什么的？知道吗？你凭什么踢我的狗啊？你凭什么踢我的狗啊？好了，哎，孙女士，咱们先消消气儿啊。没咬着孩子就是好事。不过您这狗也应该拴上点。咱们小区遛狗可是有规定的。我这狗这么一点儿，我怎么拴呢？我拴上它，它不舒服。再说了，我这狗也不咬人呢。我还是拴上点好，真要咬了人，不是就麻烦了？行了行了，你甭跟我说那个。现在是你们的保安把我的狗踢坏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那您说怎么办呢？我说呀，我带着狗去医院检查，如果它有毛病，你们得负责。我跟你没完，回来找你算账。行行。那您就带狗去医院看看，您带它去吧。怎么回事儿啊？我是怕咬着孩子才……你没听他说什么呀？咬了孩子他管，咬坏了他负责。
你操那份闲心干嘛呀？秦经理，我带我的狗去过医院了，医生要求我们拍个 X 光片，万幸的是没有骨折，可是软组织挫伤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这狗从小到大我一下都没打过，你们凭什么就给踢成这样啊？这是不是太野蛮了？这还是保安吗？简直是土匪。你们用这样的人当保安，我们业主有安全感吗？那您说怎么办吧？好办，让他立刻走人，别在这干了，我们不能花钱雇这样的人。您说缓就缓。怎么着，我说了不行吗？我是业主，我有这权利。你是业主怎么了？业主你也得讲道理啊，别老说什么我们挣的是你们的钱，挣谁的钱我们也不是孙子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算老几啊？你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换？你随便。秦川，你这都什么人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事你给我解决不了，以后的物业费甭指望我给你交。您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一点也不过分，以后别再让我看见这个保安。你要是能解决你就解决，你要是解决不了我找你们老板去。咱们走着瞧。孙女士真找到我们物业公司的老板了，非要我和赵队长登门道歉。早说啊，道个歉有什么呀？只是赵队长不乐意去，觉得没面子。我倒是不在乎，我家里挺穷的，除了我挣的这点钱什么收入也没有。要是真的因为这只小狗丢了工作，那我就惨了。后来我们还是给孙女士上门道了歉，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。只是后来我一见到狗就怕，我倒不是怕它咬我，那我怕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在这干嘛呢？歇会儿。歇会儿？你知道你是干嘛的吗？你们当保安的就是要在这不停的巡逻，在这歇着还行啊？歇着就把钱挣了，你就是这么当保安的？该哪溜达哪溜达去啊。不是回宿舍了吗？哦，我这就回去。好，谢谢。别客气。收到。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好的，马上到。秦经理，赵队。哦，今天晚上是你值班吧？是。
你巡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？没有啊。出什么事了？香河园的一个业主丢了20000块钱，是在他车上丢的。他说他车的后车窗没锁好，那20000块钱就在车里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没有。你巡逻的时候就没发现那别克车的后车窗没关好？没有。我平时是怎么要求你们的？怎么干起工作来这么不认真呢？人家业主已经报警了，啊，警察马上就到，咱们这儿又来事儿了。等会儿警察问什么你说什么，别瞎说。还这儿站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走！秦经理，赵队，我走了。请问您是失主吗？是啊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接到您的报案就及时赶到了。现在请你回忆一下当时发生的情况。情况是这样，当时我把车停好了，我就回家了。前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我再下楼的时候钱已经丢了。没把车开走就好，好几户都被盗了。这可不行，得找咱们物业好好说说呢。保安整天在里边转悠什么呀？什么事也不管啊？好几十个保安，这不吃干饭的吗？这么的着急，物业要是这样尽早给他换。小刘，出来一下。走啊。你叫我出来干什么？你跟我说实话，那20000块钱是不是你拿的？我没拿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刚才你靠近过那辆车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当时你神色慌张，你说，钱是不是你拿的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拿，我也没看到那辆车后车窗开着。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谁问你后车窗开没开了？钱肯定是你拿的。我真没拿。警察都来了，你现在赶紧把钱拿出来还给人家，还来得及。陈峰，这事只有你知道，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。你要是说出去了，我可就完了。你行了，你赶紧把钱拿出来还给人家吧。陈峰，你不知道，我实在是太需要这20000块钱了。我妈死得早，在我3岁的时候就死了，家里就剩下我爸、我哥和我。家里穷，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，我哥就这样给了我。其实我哥比我聪明，我哥就放牛，帮我和我爸做晚饭。那时，我们家养了3头奶牛。我的学费都是那3头奶牛帮我出的。那些日子里，有头奶牛要下崽儿，我哥就在牛棚里没日没夜的照顾着。他太累了，做晚饭的时候，错把农药当成了盐，倒进了菜里。因为要到牛棚里照看牛，我哥就一个人先吃了。可是刚出门没走到半路，就开始不对了。他怕我和爸吃着有毒的饭菜，就挣扎着爬回家，把盛菜的锅都给打碎了，然后我哥自己也晕了过去。后来幸亏有人发现了，把我哥送进了乡医院。因为医疗条件差，命是捡回来了，可我哥从此身体就垮了，落下了残疾，再也干不了活了。我爸后来就对我说，爸不求你别的，将来挣了钱一定要给你哥讨个媳妇儿，就我这点工资，
我得挣到什么时候才能攒够给我哥娶媳妇儿的钱呢？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偷钱。刚才我看见那个车后车窗没关，里边放着一个包，我就忍不住拿出来翻开一看，有20000块钱。我犹豫了半天，20000块钱对他们有钱人不算什么，可我就能给我哥娶媳妇儿了呀。我就把那钱给拿了。你这是盗窃，你知道吗？没人知道是我拿的，只要你不说出去，我就没事儿了。等这事儿过去了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你。警察都开始调查了，你能躲得过他们调查吗？真是糊涂。我真是为了我哥，我求求你了，陈峰。好好好好，收到。到物业办公室来一下。好的。我觉得你还是不应该拿这钱。陈峰，就算你告诉警察，我也不会承认的。陈峰，晚上你巡查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那辆车的后车窗是开着的？没有，我没有注意。当时有一辆车停在被盗车辆的旁边，你还有没有印象？有。那辆车的车主反映是你帮着他们把车停好的。对。那当时车子的周围还有人吗？周围我没太注意。你当时在被盗车辆的旁边停留了大概多长时间？车停好了我就走了。你估计有多长时间？应该没多长时间吧。你肯定当时就没有人吗？我没有注意。那你好好想想吧。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钱就是在你在的那段时间里被别人偷走了。那钱是你拿的吗？没有，不是我拿的。我告诉你，陈峰，就目前情况来讲，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你。当然了，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调查的。你再回去好好想一想，希望你能如实的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看啊，这小子还是有问题。先放放他，别着急。谢谢你，陈峰。你还是去承认了吧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不能承认。这事儿警察早晚得知道。那除非你告我。是，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。你要是不去承认，我肯定是要告诉警察的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非要告诉警察？你是不是想要钱？这钱我不要。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事儿警察早晚得知道。我跟警察说话的时候我就心虚，他们要是再问我，我就扛不住了。我想，我说了，不如你自己去说。你看见我拿钱了？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可就不管了，我就跟警察实话实说了啊。你。Yeah.
这孩子不错，咱们得鼓励鼓励，表扬一下。啊，是，陈峰这孩子确实不错。这月底有一个区治安积极分子表彰大会，秦经理，回头你派人去所里领张表，给陈峰填上。行吧，到时候我一定派人去取。算了算了，我不当。算了，你说算了就算了，多好的事儿啊，好好干。你先进去等我一下啊。那行，秦经理你先忙着，先走了。哎，好。好。